はい、ダイオゴサカナオラジヤマスモイエーイ。哦，没有没有没有，百万只有几个了。没关系，加起来有没有超过百万吗？加起来有。那是因为其实今天呢是刚好呢，我们在一个就是这种台日交流的场合，正好就算是台日交流大使，所以我要请大家跟我一起那样学日文。啊，没错，因为呢，就是我跟你说，我的首张日文的创作单曲，然后还有我的年历搭配，所以呢，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。教大家讲一下日文，大家日文程度怎么样？我知道阿杰应该不错。哎，你知道我们第一首单曲是日文吗？我知道啊，所以那你这个日文担当部分，我现在直接翻出来，你应该可以念得了吧？来，请告诉我一下这几个字怎么念？你看这边有罗马兵吗？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 ，s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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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单曲的名称叫做 By Your Side 的日文，又叫做 Soba 的日语，在你旁边，对，在你旁边。所以呢，而且今天非常适合七月半的主题是为什么？阿姐，日文很好，第一首歌就日文，但是呢，七月半，月跟半加起来是什么？胖，哎呦，所以告诉你们，跟我一起 Soba， 你一起游。瘦把你一路游，所以太高太高太高，是很适合，需要瘦把，是不是？喜欢吃什么？亚克力瘦把，对啊，喜欢啦，喜欢，对。所以这样子的话，是不是很适合我们七月半？所以今天要记一下，瘦把你一路游，瘦把你一路游，意思就是 by your side， 我在你身旁。哦。如果你还想要看安娜去蹭谁呢？记得要留言告诉我哟。下次见，我在那里，拜拜。